补刀，哎，把三个兵补了。他不推线，这个男枪不推线，下等男枪。我先给他说一下，他应该是个下等男枪。中等男枪是猛推线，上等男枪是已经阅兵线干你了。哎呦我操，下等牛的，完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完了，我是下等牛的。下等牛头，其实上等牛头才是不补刀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刀，我跟你说是这样的，下等牛头、上等牛头是这样的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要等三级，我不打你，我不打你，我也不顶你，我就这样。他用 Q 来蹭，蹭没关系，这炮车一定是。为什么可以把俺击退？我的意，走了。拉开补个刀，全在算计之中。他现在给我亮徽章是吧？亮徽章，我跟你说，他马上就会死。算了，他走了，他说明他怕了。不就是被压了刀吗？无所谓的。好的，他赶紧打信号啊！他去下路了，走啊，下路走啊。那走不掉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打个问号。哎，给他们压力，不能让他们给我压力。我先打出这个问号，有学问的。很深。哎呦我操！后果很严重，没什么可以把你击退。Nice， 强啊皇子！这不像我建议他帮我推一下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推吧。完了，他出事，但有大招应该不会死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啊，没死啊！操！哎，我拿个人头。哦，还好。先骗个 E， 骗 E， 骗完就死。OK， nice， 这一波很帅，赶紧回家吧。别去惹他呀，别去惹他呀，你是什么东西呀？嘿呦，我操，你要给我增加难度啊，哥们儿。知道该怎么干呀，干呀，干呀，就 EQ 他呀。没事没事，就看蓝枪。看蓝枪就行，哎，皇子有惩戒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先打一下，先把这个打掉，没事。不能让他捡哟。没什么可以把你击退。嗨呀！哎，排嘛，排，排，加油，加油！先杀了再说。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Holy shit！ 我偷你的嘴，皇子！哎，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游戏难度急剧升高。不知道我伤害是吧？上路有点优势。快走，出去，出去，还能把这个拆掉，二十层。算了，我回去了。有个莉莉亚的，你都打得过莉莉亚了，我都不用看死了。
哎呀，他真是个送逼啊你！哎呦，一牛逼是吧？快走快走！我真不想救他，我说实话，这闪现真不想用闪现丢他。你必须跟着俺。真不想用闪现救他，他都这样了，你用啥？没什么可。哦哟，好吓人！哎，这都能御剑拦枪啊！哦，铁技能，哦，黄子，哦，给你们，不要的，巨人退。大龙可以，来来来，大龙的，快快快，大龙，拍他，对，漂亮，鼓励他，会漂亮，黄子你太漂亮了。你别跟我走啊！哎，你好玩。你必须跟着，在这儿呢。推力棒，去死吧！我们被这个蓝枪牵扯住了，快去救救他！哎，怎么都犯病啊？完了，都犯病。好难呀，我这把好难呀，别看着我这把，看着我们觉得我们优势一样，其实我们这把是逆风的。然后我们四个人团乌鸦别带了，我们四个团我还打不了字。开了，干呀。对，将他们冲散！我，你他妈还敢来？还敢来你？需要家里面去守一个人，我去吧。走！听劝！我看谁不走。啊！这些人呐，我偷你的水，我来救救你！我玩你个头！哎，老子真的要骂人了！我现在我偷你的水了，谁来救救我？我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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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？哎。啊，就纵容了吗？你们在开玩笑吧？不会吧？别动了！你必须跟斩。算了，魔幻好高啊，死了。二连，人呢？他怎么跑过去的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大招，漂亮！妈的，打，不怕，不让他们滚。看狗贼，反正不是狗。着急，他还敢来，我就干他。只有看队友，这把只有看队友，我负责给你们打伤害。咬他能咬吧？了不了，太惊讶了，哎，他把 Q 用了。只有看我了，快把他杀了，杀了快一波了。
把个黄金白金局打得我满头大汗，我操！